就感觉咋样？很有家庭的温馨的这个氛围。两个人忙活的感觉，很幸福啊！很幸福，是，那确实。我太开心了。好，我再照一张啊，我太照着了。不录了，来。不录挺多的。这什么情况啊，宝贝儿啊？我订了一个蛋糕，庆祝一下。啊！哎呀，太有心了！太好了，谢谢了，谢谢。哎呀，我天哪，这太热情了！哎呀妈，这么有心呢，倩倩呢？这个上面写的字儿，就是原来不晚，这是代表咱原来不晚啊！祝田大哥和孙大姐永远幸福啊！哎呀，谢谢，太谢谢了。举杯吧，好，谢谢，我更加爱你，谢谢了大家的爱，我们一起祝田大哥和孙大姐永远幸福。